好久不见，廖云城。你好，普通朋友。胡总，廖总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最新专利。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廖总吧。这边请。嗯。廖总，这是千军的技术总监，专利。这边请。你好，我叫廖云成。请问怎么称呼？冯倩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请多关照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帮我换一杯摩卡。冯工的手艺，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。廖总，您说笑了。您这种搭讪方式已经过时了。我一直对甲方很上心，这次应该只是碰巧而已。好，那就请冯工详细介绍一下专利的设计思路吧。不是走个过场吗？怎么还来真的？疼。疼，你还不认真点。不认真了，再把这个给我讲一遍。嗯，这个很简单嘛。第一步，拿出笔；第二步，写上答案；第三步，收起笔。你要把这个。这个很简单。第一步，我们需要把机器打开；第二步，让空气进去；第三步，压缩空气出来。是这样吗？是的。专利持有人不了解所涉及的产品，专利系伪造，审核不予通过。好久不见，廖云城。你好，普通朋友。